郑州李狗粉丝的做法，全平台找不到第二个人做了，味道简直不摆了。整段肥肠抄手定型后，下锅煮一个小时，配料打在屏幕上了。煮泡后捞起，先切断，再切条。涮锅系列的菜，多下点油，把肥肠炒香，接着下花椒、姜蒜米、泡椒、小米辣碎、大料粉、紫姜丝，炒香后加一勺啤酒、一勺清水、鸡精、味精、白糖、小米辣调味，熬一哈，给本道菜注入灵魂。加紫姜丝二斤条，最后加晒醋提味，花椒油起锅，那道菜色泽丰富，味道浓郁，吃一口肥肠独有的味道，混着鲜辣的口感，一人下几碗饭。